刚才说要拍录影带给奶奶看，说她在走路，所以呢我走到她前面啊拍录影带。真是走快一点给奶奶看哦，快点。今天穿这样子看起来好像比较胖哎，好奇怪啊。她其实哇好奇怪，录影机里面的妹妹好像好胖，可其实整个人看起来不胖啊。哎呀 OK， 好好棒，好棒棒，好棒棒，好手。他说一走到这样他就说要拍录影带给奶奶看，是不是还要拍电视，是不是还拍照片，你回去他每天都要看他自己，奇怪，真的拍那个看起来就胖好多。来来来快点快快走快走 straight up head up head up head up。 今天我们好热，明天也是最后一个那个了吧。拜拜。